盲人吉吉。哎，呼啊！呀，看着！呀，呀，啊，毛毛怎么样啊？吉吉国王太棒了，再来一个！白费力气，毛毛扔得再高，本王也能接住。呀！哎呀呀！啊啊！哎呀！国王！啊啊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啊！我的眼睛被果汁弄瞎了，我看不见了呀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情况呀？吉吉，你别激动啊，你眼睛看不见，不是还有俺们吗？俺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个吃货，这是给吉吉的。吉吉，俺给你带了很多水果啊，你看。吉吉，这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香蕉呢。嗯。国王，国王，还有毛毛我呀，我也会一直陪伴在国王身边的。你们，你们，啊！这你们对我实在太好了啊！今天的天气真好啊！我能看见东西了。我的眼睛好了。哇哦，太好了，我要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毛和熊大他们。嘿嘿嘿，哎，吉吉，你别乱动啊，当心受伤啊。哎，熊大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吉吉，你就别说了，好好休息吧。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香蕉，拿着。他们要是知道我的眼睛好了，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先不告诉他们。这才是国王的待遇嘛，不愁吃不愁喝。哎，吉吉，你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？不好，被他发现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瞒过去，不然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我吃。哎呀，哟啊，又失败了，这可是我最帅的吃水果动作呀。吉吉吉吉吉，别哭了，没关系的，你已经很帅了，很帅了。我真的很帅吗？啊，当然了，你可是最帅的猴子国王啊。哇，太爽了，吃饱了出来爬树真是痛快呀。吉吉，吉吉你怎么跑上面去了？不好，又被发现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下不去了。吉吉，你等着啊，我这就找人来救你。我完蛋了，作为猴子中的国王，我连树都爬不了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们以后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现在呀就送你回家，以后你可千万不能乱跑了啊。知道了。我这个瞎子什么都做不了了。哎，吉吉，不要怕，还有俺们呢。你想做什么，俺们都可以帮你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想吃香蕉。香蕉来了。不要太介意，他看不见。怎么啦？不要太介意，他看不见。熊二，我肩膀有点酸，过来帮我揉揉。萝卜头，我的脚软，过来帮我捶捶。熊大，我热。看在你看不见的份上，俺帮你扇。熊大、熊二，我想吃爆米花。上个脚，把爆米花还给我。我想爬树。我要嘘嘘，我突然又想拉粑粑。好臭啊！
火头强，不许开俺们的树。啊！这一次我要把你们全都一网打尽，免得总给我捣乱。熊二，快跑！好快！哎呀，想跑没门儿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们一网打尽。熊大，熊大，前面是吉吉的家呀，可是吉吉看不见了，躺在家里了，太危险了呀。那咱就去把吉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吧。好嘞，走。嗯，舒服舒服啊！吉吉，吉吉，吉吉，他们俩怎么来了？吉吉呀，吉吉，哎，吉吉，吉吉，不好了，光头强过来了。光头强？不过你放心，俺们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。别跑！给我站住！臭狗熊，给我站住！吉吉，你先在这儿躲一会儿，俺们去引开光头强啊！给我站住，臭狗熊，别跑！熊大、熊二，没路了！再跑呀！终于让我逮到你们了！熊大，哎呦！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他们呢。如果我不装瞎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。现在臭狗熊被我抓住了，终于可以安心砍树了。没有臭狗熊的打扰，效率就是高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谁呀？这个时候打电话来？喂，谁呀？有什么事赶紧说。光头强，这个月不达标，我要扣你工钱的。李老板，是李老板呀，您放心，这个月的任务绝对没问题。明天我把熊给卖了，再把木头给您送过去，怎么样？坏了坏了，光头强要把熊大熊二卖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这个水果。呀！哎呀！啊！我的眼睛，哎，有了，终于搬完了。猴子，这臭猴子难道是想去救臭狗熊？臭猴子居然主动跑到我强哥家来了。臭猴子，快给我出来！哪去了？嘿嘿嘿嘿，好疼啊！我怎么看不见了呀？吉吉看不见了，你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吗？熊大熊二，我的眼睛其实早就好了，我一直在骗你们的，对不起。啥？你居然骗俺们？你呀？哎，算了算了，现在你也救了俺们，咱们快走吧。臭猴子！臭猴子，你竟然弄得我眼睛看不见了！我让你们出不了这个门口！臭猴子，给我出来！我眼睛看不见了，我跟你没完！这边！哎呦喂！熊大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别想跑！没子弹了，机会来了，上！嗨！自讨苦吃，咱走。哦。光头强居然敢叫本王臭猴子，看本王教训你。哎，吉吉，快点啊。你来了。熊大熊二，又看不见了，我的眼睛。吉吉，别开玩笑了，快点走吧。你们别走啊，我的眼睛真看不见了。别走。
我的眼睛怎么又看不见了？吉吉的口臭。哎呀，吵死了！啥声儿呀？吵死了！蹦蹦，你也被吵起来了？可不是嘛。吉吉啊，你这到底是咋了？都靠近点，靠近点。你大清早的瞎闹啥呀？呼啊！今天呢，本王传召你们过来，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。惊喜？惊喜？啥惊喜？惊喜？毛毛。这。哦哟！天哪！这些是？怎么样，吓一跳吧？这些水果都是本王住在南美洲的亲戚从亚马逊雨林给我寄来的，非常难得哟。你们看，这形状，这香味儿，妙啊！吉吉，现在可不可以吃呀？都等不及了。是啊是啊。快！吉吉国王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关键时刻，不要打扰本王说话。好，好。今天呢，本王准备了这些水果，是为了让你们尝尝热带地区的迷人风情。巴西水果烧烤盛宴。烤啥？烤水果。没错，张大眼睛瞧好了吧，毛毛。是，准备烧烤啦！太棒了！哎呦。这什么鬼节目，连猪都有面条吃，可怜的我只能啃干馒头，气死我了。不行，我要赚大钱过上好日子，我要看更多的树。呼啊，主角登场，水果之王榴莲。水果之王。哎呦，接下来看我的大十岁榴莲。呀嘿，哇，好臭呀，让我尝尝。哎呀，臭怎么臭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哎呀，死了不死了，太臭了。都别走啊。吉吉国王，这水果好臭，你还是别吃了。什么臭？这可是绝顶美味呀，你也尝尝。这，喂，熊二，不不，不不，不要走啊。熊二，熊二，我说你们怎么了？怎么都倒下了？连我也倒了。闭上你的臭嘴巴。没被发现。为了生活，我要赚大钱，我要过好日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九大，幸亏你及时把姐姐撂倒，要不然俺们就吃不上美味的水果烧烤了。什么？动物也会烧烤？可怜的我，天天喝稀粥啃馒头，这有天理吗？连动物也有烧烤吃，岂有此理，还吃得这么开心。可以吃了。俺的烧烤。谁呀？呀，郭东强。看枪。吃的可别浪费了。哇，救命呀，臭狗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怎么这么吵啊？给我站住，郭东强。抓到一只臭猴子，这回非把你卖了不可，给我老实点。好臭，好臭啊！臭死了，臭死了！哎呀，强，光头强被熏跑了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
这浓郁的榴莲味中带有芬芳，实在太诱人了。这气味简直是神对本王的奖励嘛！可这如何让口气更持久呢？啊，有了，毛毛上榴莲。效果真不错。毛毛，毛毛，准备起驾。是。噔噔噔噔噔。咦，这花真好看。哦，那边还有啊。毛毛，快来呀。是。嗨，熊二。你好呀。哎，这果子。我。噔噔噔噔噔。哎呀。你听到啥声没？蜂蜜。哎呀！你快醒醒啊！奇奇国王，咋回事啊？奇奇，我饿死了！啊？到底咋了？奇奇敢这么年轻呀？哇！我才没死呢！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奇奇国王那浓郁的榴莲芳香呢？哼，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收拾这帮臭动物。熊大他们真没趣，一点都不懂得欣赏这浓郁的榴莲芳香。不行，本王一定要传达开这股对榴莲的热情之心。这次我一定要让熊大他们也尝到榴莲的美味。激进的家伙在俺吃蜂蜜的时候突然蹦出来，臭得俺连吃进去的蜂蜜都吐了。就是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森林都会臭味冲天的。哎呀，咋这么多烟呀？好呛啊！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呛！战无不胜的光头强来了！光头强，臭狗熊，这次让你们尝尝催泪瓦斯的滋味！呼啊！该本王出场啦，让你尝尝本大王的榴莲神功！哇！哇！怎么样？榴莲神功！嘿！呀！臭猴子，口气还真大呀！吉吉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！住手！不许你欺负吉吉！来吧，来吧，让你们尝尝同样的滋味！啊！去！没有危险，再来！继续，继续！咋办呀？臭气越来越浓烈了呀！快憋气！臭狗熊投降吧！不的，俺受不了了。俺也是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熊二，咱等会儿这样。好嘞，就这么办。啊？别以为憋气就有用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熊大压顶！熊大，你的方法真管用，这样俺就闻不到榴莲的臭味了。哎呀，其实榴莲也蛮好吃的。
哎呀，这味道真不错呀！就是嘛，本王推荐的，绝对好吃。好吃！老强，你要不要也尝尝啊？再来救救我！难伺候的吉吉，来，国王。哎呀，好啊，太棒了！哈哈哈哈，本大王扬眉吐气的机会终于到了。国王，这信上写的是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切，就你一个小毛和仆人，当然看不懂我们吉吉皇家的专用暗语了。暗语？这是本王的表弟的二叔伯的大伯父的三舅子寄过来的。信上说，本王将继承他的王位，拥有一大片森林。一大片森林？没错，快去给本王大肆宣传一下，本王要招收一名仆人协助看管森林。仆人？还愣着干嘛？去呀！是国王。一片属于本王的大森林，国王就是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嘛。丛林大消息，丛林大消息，吉吉国王广招仆人，吉吉国王广招仆人。猴子国王要招收仆人协助看管大森林？不会吧，吉吉那家伙什么时候拥有一大片森林了？不管了，赶快告诉光头强去。肥波刚才提到了光头强，难道打什么鬼主意？过去看看。光头强，我警告你，明天就是怨你了。知道要做什么事吗？知道知道，要交够木材。只是李老板，请您再通融两天行不行啊？臭废话，半天都不行，今天一定要给我交够木材。喂喂，李老板，哼，什么嘛，次次都挂我电话。又得去砍树了。怎么了肥波？什么东西啊？这叶子上怎么换了那么多猴子呀？切，无聊。你是说森林里的那只猴子？门？木头？你是说森林？仆人？猴子、森林、仆人。哦，我懂了，是不是猴子需要仆人来帮他管理森林？原来如此啊，只要我去当猴子的仆人，就能接管森林，木材自然就手到擒来了。强哥，我真是太聪明了，得赶紧通知熊大他们，很快就会到手了。吉吉，吉吉，吉吉呀，吉吉，大事不好了，大展。国王舒服吗？光头强，吉吉，快离光头强远些，他是看中了你森林的继承权，想利用你砍伐森林呢。胡说啊，光头强分明就是臣服于本王的王者之风，看看他那一脸臣服的脸孔，再看看这些果子，这可都是光头强送的，就为了当我的仆人，诚意多足啊，哪像你们两手空空的就来应聘仆人。谁要当你的仆人了？嘘嘘嘘，哎呀，这是俺们的疏忽，但是俺们想当你仆人的诚意可是200%呀，是吧熊二？没错没错。那好吧，要是你们谁把本王伺候得高兴，谁就能留下来。没问题，俺们的吧。好啊，我就跟你们玩玩。国王，我帮你捶捶背吧。吉吉国王，吉吉国王，俺们帮你捶，俺们帮你捶。一边去！吉吉国王，俺们帮你搓搓背，揉揉肩啊。吉吉国王，俺帮你按摩吧。哎呀，熊二笨手笨脚的，还是俺来吧。啊，谁说俺笨手笨脚？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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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嘛！你们两个笨熊，快把我放开！你
你没事吧？你们给本王打扫卫生去。打扫个卫生嘛，小意思。你懂不懂搞卫生啊？怎么空手就擦桌子？也不看看你那手有多脏，还不去给本王洗干净？熊二，俺刚扫完的地呀。吉吉国王，还不快给我扫干净！是是是是，不要让本王看到一粒灰尘。国王，俺的手洗好了。怎么连一点果香味都没有啊？出去！我的桌子必须散发着果香味。有果香味有啥用？又不能吃。还敢闭嘴？到底你是国王还是我是国王啊？还不快去！熊二，又是你！哎呀，好累呀！累死了！真没用，说的我口干舌燥的。来人呐！来了来了，国王，喝点果汁。不错，挺周到的。我给你按按摩。活该。国王，果汁好喝吧？我这里面怎么连果肉都没有啊？啊！本王只喝带果肉的，看到你我就生气。还不快去再给我弄点果汁来！吉吉国王啊，果肉来了，给。吉吉国王，我辣轰他。还是你们两个最了解本王啊，新鲜的水果最好吃了。臭狗熊为了砍树强给我忍了。哎呀，真好吃啊。国王闪一边去。国王来尝一尝最新鲜的水果，请享用。本王最讨厌吃梨了，真笨，竟然连本王最讨厌吃什么都不知道。就是，你们两个，给我好好教训他。遵命，遵命。你们要干嘛？光头强，不要啊！喂，都什么时候了？木材准备好没有？李老板，您放心，木材很快就到手了。我警告你。日落前你还不把木材给我准备好，这个月你别想拿到一分钱。可是李老板，喂，没办法了，都是两头臭狗熊的错。吉吉国王，请慢用啊。真好吃。你们这帮动物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我非把你们收拾了不可。什么？我的水果？光头强，你造反吗？吉吉国王，情况紧急，咱们赶紧逃。臭猴子，枪！国家，哪里跑？过去，都给我举起手来！哼，臭猴子，要不是为了得到那片林子，我才不听你处处使唤呢！别以为自己真的是猴子，就成大王了！吉吉，你开枪！造反是吧？不会吧！想干嘛呀？还反了你了！敢不听本王的命令，别以为你拿把破枪就能随便吆喝本王，本王可不吃你这一套！赶紧给我收拾好房间，听到没有？走开！竟然不听我的，谁也不能阻止我！吉吉，光头强，俺们跟你拼了！这封信，难道？你们别吵了！这本王的家，给我老实点！跟我强哥斗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让我看看我的地图。光头强，快还给我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依我看，这是一封信。上面还画了张地图，按地图走肯定就能找到那片大林子了，到时候我就发大财了。这地图里指示的地方好眼熟啊，这是非洲。非洲？非洲？哦，对了，
我的亲戚好像就是非洲猴族的酋长嘛。哎，算了，本大王才不去那么远的地方呢。那个地图就给你好了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那里的狮子猎豹一大堆，我才不去那砍树呢。姐姐，快来帮俺松绑呀！本王的腰扭了，走不动了。